看。台上麦克风，音乐最尽头。台上麦克风，旁路乌龙 UFO。冲向银河峰，欢迎银河梦，欢迎苏坤，台上麦克风。哇，你今日现场的火药味重重啊！因为今半夜系台上麦克风铁肺鉴赏女生 PK 赛，铁肺鉴赏女生 PK， 铁肺没挨个标注入 V 哈，还要乜人咁嚟 PK 咯？冲啦！不过中年系黑强皮的位啦。无人会讲，唔，他就会去准备战区的啦，也去可以准备的啦。还有嘛，战前宣言会讲无人。我知道哈，哈唔加好啦，来了，杀了后就系挨主创诶，我哋看下 TV 铁肺战将有冇嘅发功。会冲过干咩？你开早餐店的时间，他个点东西用冲个来回应咯。哎，鸡春毛一多点一多，当然无可能啊！用冲上做是做唔得嘞。还是你一直你早餐店的时间是去练烟嗓。哦，所以油烟嗓是边炒，然后那个油烟一直吸啊那个。哎呀哎呀，阿勇这边吃饱了关。哎呦，哎真劲个哈哦，今啊冲安尼歌曲吼，穿你放克个风格吼。比较好谈，谈起来都畅快。不过从大家平常时感觉安尼铁肺，而且台上啊，也系讲高音安尼嘅印象就冇强样咧。不过因为安尼乐团当中有两种风格嘅歌曲，所以从七八零年代啊，唐都是做着跳舞嘅种嗰种歌嘅，有冇？啊，就当中有两种 disco funk 嘅歌嘅。不过安尼咩有就会从冇强样嘅类型。我欣赏的就铁肺型的。哦，当然哦，我偶像当多，像系外国嘅
诶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也系阿妹啊，你可以吧？你嘅创梦，哎呀，都系经典中的经典呢，哈！正经嘅铁肺歌喉，真嘅。我一本身是个，哎呦，嗰种长途那个好一点喎，你都驾驭得过呢。啊，就懂腔咩？不中得啦，不中得。好嘞，跟来到现场出来经典一下。好啊，好一条。阿妮，来唱 Whitney Houston 嘅歌，哎呦，哇，看看你嘅默契。爱冲的唔系歌诶，冲的系咧长春啊！长春啊，哎呦，好好好！A few solem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t I'm saving all my love, and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刚刚在电视呢，哇！你唱里面，以前唱民歌餐厅时，也讲 piano bar 哦，各种人一点，然后各位唱啊，还吼消费特别多，真嘅哦，是不是呀？啊，其实你头海公路一个关键是张惠妹哦，你跟张雨生听完合唱一条歌诶，既然雷啊从当中一天敢唱一条歌诶，第两条歌诶，来。爱最深，爱更深，伤爱撒的最深。进退爱莫看现在，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怕还有来生，我爱的依然最真。爱最深，爱更深，伤爱撒的最深，本应无奈的深刻，点亮一盏灯，温暖青春，燃尽我所有无怨的认真。哇，很好看哦！哎，你唱的等于原名真劲哈。我相信今仔日唱歌的时节，一定有感动过同道的人。因为是个唱歌的时节，是干咩会先感动？我想说你去米的去表演的时候发现当时特别的一种故事，其实这次去米国表演的时间差不多听音乐的时间是重感冒的，不过他的观众都非常的热情，所以他就是说不怕你声音破了，没没怕不怕你是冲，他们还是给我很大的掌声。哇塞，很感动，感谢大家，美国的朋友还有看到感谢。哇，按头谈开故事诶，一下先礼后兵，啥聊了？拍出可能大声麦克风的战将，Rita，一战铁肺歌后。来，拍出。对，不过俺来讲，可能还只讲来跟嗲玲一下。太你屌诶！干脆一下好呐。他太你屌诶啊！来，做好一个。哦。风雪，代表一天不一样。一天不一样。拍身哦。我可能应该是拍摄的啦，吼。好啦，来跟讲，来对于心情地方来讲一句吧。两位铁肺歌手要合唱张惠妹的这一首歌，我们欢迎他们带来这首《开门见山》。Yeah。给天来发吧，看所累就算
亚比呢，还是卢凯族的代表哇！你讲大魔王哇！亚莎莎老公给准备都用板。Body rolls don't get hurt and feel anything. When I learn, I push down, push down. I'm the one for the good time, come for spilling the.They ring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Suit and back to Idol's cow.
for tonight. Want to tell or open my eyes? Keep my guests there until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Help me, I'm holding on for tonight. Want to tell or open my eyes? Keep my guests there until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Thumbs up, I'm a mess. Gonna run for now.Run for this, here comes the shame, comes the shame. Hey,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eam.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eam.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dream. Through them back to that loose cow. Oh!I guess we're on the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Hear me, I'm holding on for tonight. Wanna down, wanna open my eyes. Keep my guess we're on the morning l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Cause I'm just holding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On for tonight. Yeah, 每个人的体里边，太家康挨系土木。哇，真见董锵，不愧是我们高雄 pub 界的女王哦！不要叫我女王，那边还有很多前辈回去被打屁股。哇，我应该他爸爸是高雄界的这个吉他之神，应该没有人敢。哎，天王级的吉他手啊！对对对，爸爸杜俊辉先生，家父哎，俊辉。哇，其实你应该从小就在这个爸爸身边啊，比如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他们的音乐啦等等的，而且对你的狗冲有会有会太养熊，好不好？因为我妈妈是歌手，对，满舒文，然后我爸爸是吉他手，所以其实我大概国小四年级就在夜店里面跑来跑去，就在 pub 里面，所以就看到很多哇，在台上唱歌好好玩哦，然后就会有那个憧憬，想说我想要跟妈妈一样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妈妈好厉害。那你有从小比如在那个环境里面啊，发现你妈妈突然把你 cue 上去唱歌？其实爸爸妈妈一开始是很反对我唱。走音乐这条路是哦，非常非常反对的，到现在他们觉得比较辛苦吧，嗯，舍不得你辛苦啊，你就冲了哈。我想你是因为原住民的朋友，那你从小就会讲这个母语吗？其实我从小不太会讲原住民的话，因为我是在都市长大，是我的外婆，因为我妈妈是汉人，我是一半一半米克斯，就是爸爸是原住民，妈妈是汉人，所以其实我从小是给我的外婆照顾长大的。那是因为参加比赛的关系，我才慢慢接触原住民的歌。啊，你参加高雄比赛，然后他沙拉接触两个母语啊，对呀，对对，啊沙拉哈，因为有嘛个歌可能的分享。歌谣好啊，我来分享一首卢凯族的古调，这是给祖灵的歌。卢凯族的歌都比较悲伤一点点，我们是一个比较闷骚的族群。一大不是你不如故，那是妈咪的阿乐那罗马，阿姨妈打那姨阿西，那是妈咪的阿乐那罗马，阿姨妈干那乐那巴里
哇，糖与葱果又放，发现都已懂放得很开，而且很释放，很自在。虽然只有一把吉他，其实冲起来感觉拢蛮灵的嘛。真的，那种气都散吼，就是很辽阔的感觉。你在唱歌的时候是想着对面有人在这个听你跟你对唱吗？没有，你唱那个原住民的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我不知道哎、欸啊。你们唱客家歌的时候跟唱流行歌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好像自己的灵魂被装不一样的那个？好 Q 哟，不一样对不对？心境上也不一样。对对对，是心境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心境。刚刚那前面，刚刚后面那个 YY 那个其实是童谣。它是传统的童谣、哦、然后前面那个是古调、哦、所以你会发现刚刚在唱那个古调的时候好像比较严肃一点点、哦、是可是那个 Vi 的那个童谣的时候就比较开心一点、啊、其实杜牧也还能在这个音乐世家长大的耳濡目染嘛，那唱歌对你来讲是真的生活当中代表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唱歌应该是我唯一能够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哦啊、你说那个你抒压的时间会充满的歌曲，开心的时候唱不开心的歌，不开心的时候唱开心的歌。你这么爱强逼自己吗？对，因为就是你不开心的就不要一直在不开心了。哦。开心的时候不要过了头。哦。对。用歌曲来平衡一片，去给他省掉。对对对对。这样你蛮要求自己的。因为我们在台上表演的话，大概一个时间大概八首歌。那八首歌你基本上就要分裂出八个人格，对，因为每一首歌你想要表现的态度不一样啊，然后每唱一首歌，我不知道有的歌手可能不会，但是我每次例如说我唱这首歌，我就会从脑子里面挖自己的故事出来，这样，然后就开心的时候就哇，就好开心哦，然后痛的时候觉得好痛哦，真的不安呢，对对对，真的就是当你不太会控制，所以蛮失败的这个歌手，太多私人感情在里面，怎么样呢才可以把歌唱好？真的，除非懂入戏啦，对吗？对对，入戏真的是入戏，懂入戏啊，难怪狗冲都暗号。给吉娜，你即个来讲。因为演唱歌要动快乐，给舒压，给讲起嘛，给旅行。诶，给咩无听错的动作嘞？嗯，我有阵是要唱起家己歌的啦。啊，给听爱歌呀，比如讲呢。巴啦啦巴巴，你可以给世界老佛嗲嗲。巴啦啦巴巴，哇！我个把头公讲爱错送。哎呀，就唱爱用。哎，懂了吗？好酷啊。那既然呢刚刚分享这个他的舒压歌曲，那杜牧你刚刚你的私房歌单舒压的歌还能放给你？我很喜欢在 pub 的时候唱这首歌哦，因为这首歌你就可以看到大家都会随着音乐摇摆摆动，很舒服的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创作人音乐人，就是 Mirage、啊、我不知道我超爱的，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一首歌叫做 The Freedom Song。刚刚你有教我怎么讲去了？爱懂吃油，爱懂吃油，用哈来吃油一下，对，吃油一下。I see birds flying across the sky, everyone half lies together. Yeah, food is frying and the people smiling like there is no.Other way to feel good, and when I feel good, I sing it, and the joy it brings make me feel so good. And when I feel good, I sing it, and the joy it brings. I say, come on along,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feel.So we got some life to breathe. We got some joy in this thing. Come on along,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feel our soul. We got some life to breathe. We got some joy in this thing. Bum bum, do do bum bum now. Bum bum,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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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ba di da da bum bum, do do bum bum.那个高音真的不好唱，真的旱地拔葱，从那里冲上去，哇！结果那个高音一上去，然后突然间那个舞台的音响就整个真空了。现在我要飙高音。
克风，旁路不弄有风啊。欢迎收看嗨上麦克风，讲到海边呢，还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哦，我们不错，讲到铁肺，听说被用到粉红坦克，我们就看到粉红坦克。批判我的歌词太过用力，总是让人生气。你最爱看电视节目里歌手拼了命争冠军，唱到呼天抢地到处清静，而你才开心。所以今天穿的西装笔挺，拿着麦克风唱这首歌给你，因为你我飙个音，飙到大雷声雨，再来个真音，只要你能开心，就算飙到脱岗我也愿意。因为你我飙个音，就连香港阿奇都为我叹息，就连骂过消息都对我 say sorry， 观众都在哭泣。Jay， 你说我饶舌不好听，念来念去就像念经，批判我的歌词太过用力，总是让人生气。你最爱看电视节目里歌手拼了命争冠军，唱到呼天抢地到处清静，而你才开心。所以我今天穿的西装笔挺，麦克风唱这首歌给你，现在我要飙个音，飙到打雷声雨，再来个转音，只要你能开心，就算飙到脱岗我也愿意。因为你我飙个音，就连香港阿奇都为我叹息，观众都在哭泣。我飙更高音，现在我要飙更音，飙到哪里下雨再来个转。冲去了各位，来其实麻烦冲过变客家版本。有诶，哇！俩下爱爱飙歌去，哇！真的，其实那个高音真的不好唱。
真平啊，旱地拔葱从那地冲上去，哇，真的直接拉高这样，对，哇，不容易。欸、真平糖都按的飙高音的时间，我吃到讲哇，都有快感哈，还小心。加汤安尼冲吼，嘿面真有安尼个经验，就是飙高音，是不是震碎玻璃呀、啊？呀，用来的有安尼个经验吗？我是没有震碎玻璃，可是有一次我在桃园做一个活动，那时好像是一个签唱会，然后我就唱了好像是就刚唐伯伯那段，然后后面有特别设计一个声 key 的版本，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麦克风的控制并不是那么熟练，所以我都会很怕别人听不到声音，我就这么靠近。然后结果那个高音一上去，然后突然间那个舞台的音响就整个真空了，就突然间就没声音，整个东西没声音，然后我就吓一跳。对，就是因为音响它里面有一个设计，就是如果你的音压太高，它会自动的调降。对，然后就所以声音就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小。哇，那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吓一跳，糟糕！对，我要赔钱了。我不晓得。吉比动力后来有可能客家的标高音咩？有原住民代表的标高音咩？哇，这个铁肺，还有马来西亚的铁肺。哎，真劲！哎，讲到马来西亚哈，哎，不是唐国强有唱过马来西亚呀？按那个小调或是民谣呢？哦，其实真的蛮少机会能够唱到马来民谣。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一首比较传统的，是一般大家基本上不会听到，对，有异国风味，对，就是马来民谣，一首很欢喜的歌，可以跳舞的那种，对，可以跳舞的歌。Maria mi Maria ba, kece besar dua muda, mari sama kasih sayang.Moga hidupkan bahagia Walau jauh walau dekat Sama-sama muafakat Datanglahnya sementara Entah esok lusa Kembali semula Senggolium na Tsonga Sim dio ke koi na对模拟会面到马来西亚的国曲，刚刚的客家山歌串起来，完全没有违和感，马来西亚那种创作改编呢。嘿呀，好高啊，好高啊！啊，琼英，你自己会有一些特别的改编吗？去年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功课啦。因为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网络上面点阅率非常非常高的，达到大概四五十亿的这样子的点阅率的歌曲。Despacito， 对对。然后我就特别去练习了这首歌，然后也把它拍成一个 cover 的那个 MV 这样子。对。哇塞，那现在不能光说不练，来大声麦克风，立刻就来把这个热情带给大家。哎呦，哇！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福强要来唱。Espanol, 西班牙文啊，哎，莫简单哦，我们来听听看好吗？好。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ro despacito, déjam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re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arte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欢喜哦，真爱跳舞，刚刚杜牧，对吗？哇，鬼上你就会跳舞嘞，拉丁美人的感觉。哎呀，拉丁美人嘞。那现在换你们，毕竟还是在 PK 的这个赛事里面，要不然你用啥？现在来选一首歌，好不好？对，那这样的话，可是我们是走比较 peace 的路线，我们比较和平一点，和平就是比较和平啊。对，大家都误会了。对，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在家里面就弹弹古筝啊，刺绣，大家都刺绣我们，误会很大。你这脸长得比较凶悍，长坏掉。那因为刚才呢，吉娜带来开门见山，那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坐船，我们要带来海洋之心。哇。
哎，我非常喜欢亚苏歌曲，好呀，大小通吃的音乐哈，好，哎呀，他出来弹呀，两位弹过后就会刺绣啦，东文有两位还带来个太阳之诗。有一个无尽的海洋，没有尽头的地方，那里永远有阳光。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我有自己专属脸庞，错误中学会成长。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路段，每一次失望，每一次希望，不管多困难，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闯。我听见地平线那一边呼唤我，不用知道终点多远，乘着风迎着浪，扬着帆，不是疯狂，因为信仰，人生是一场考验坚强的流浪。So happy on this island, everything is by design. I know everybody on this island has a role on this island, so maybe I can roll with mine. I can lead with pride, I can make us wrong, I'll be satisfied if I play along, but the voice inside sings a different song. What is wrong?Shines on the sea is blinding, but no one knows how deep it goes. And it seems like he's calling out to me, so come find me and let me know what's beyond that line. Will I cross the line? 我听见地平线那一边。那今天既然唱了非常多的这个铁肺的歌曲，怎么可以漏掉铁肺的鼻祖呢？苏芮老师的歌曲。旁路乌龙 UFO 啊，冲向音乐风，分享音乐梦，欢迎收看开山麦克风。真是来刚刚紧密的 PK， 大傻又按厉害，根本无法度分。无法分出高下嘛，真好厉害呢！英雄是英雄，却安尼咩？秋雄也面对一条，个人都相见恨晚。哦，伊马上个咧哈感冒呀，他也是我们铁肺的代表哎。哦，既然讲到安尼呢，爱出老几个相见恨晚，佮做有哈加版本嘅松本三 V 铁肺歌后，安尼做得冇？做得懂其他，今天也是我认识这个 Rita 她最有自信的一个。Rita 加油！三位铁肺面前哦 ，Rita 唱哭他们，我跟你讲。Rita 加油！我懂激情啊，你哈，来来来。一个很多兄弟姐妹，爱过未来，你唔大勇敢，爱唔讲叫永远，永远地讨厌，啥
爱的参下，爱过现在上坚强吧，爱过未来你不大勇敢，在爱人爱的来比千万遍，怕怕一双很动都爱养过。后堂 ，Bravo！ 黑暗的吗？哇，我很厉害嘞！真的，我们会不会太夸张？这也是我看到我认识你最铁肺、最有自信的一个晚上的表演。那今天既然唱了非常多的这个铁肺的歌曲，怎么可以漏掉铁肺的鼻祖呢？苏芮老师的歌曲。哎呦，讲哪嘞？李真。你们同安人带来马格狗安哦。苏芮的《一样的月光》。世界。